科学现在在研究第二个问题，念头。啊，物质是念头变出来的，念头是什么回事？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再过二三十年，答案出来了。啊，念头从哪来的？佛经上业相。啊，业是什么呢？就一念不救而有无明。啊，一念不救有没有原因？没有原因。为什么？一念不救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如果有原因，就真有其事了，它不是真的，幻觉。啊，那是更深一层的阿赖耶的三细相，科学可以把它揭穿。这是佛在经上说的。啊，我们用第六意识来研究宇宙的真相，对内可以认识到阿赖耶。啊，对外圆这个太空，太空没有边际，啊，找不到边的，无穷大了。啊，科学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应的，啊，所以科学家佩服大乘经教。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没有科学仪器，也没有现在这样高深的数学，他怎么知道？他怎么说得这么清楚？啊，他从禅定当中看到的事实真相。啊，佛告诉我们微中子，八地以上就能看见，那个禅定功夫深了。极乐世界的十宝庄严土，四十一位发生大事住十宝土，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四十上面等觉妙觉，啊，八地是在最上面五层的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等觉妙觉，最上面五层，他们通通都知道。佛这个意思是不止他一个人知道，八地以上的菩萨都知道，都看到了。啊，七地以前知道这回事情，没有亲自看见，八地才见到。啊，能见到的距离长极光就不远了。长极光是本体，佛法不叫本体，佛法叫法身。啊，哲学里面叫本体，宇宙的本体。名词不一样，事实是一样。啊，所以大乘佛法里头有高等科学，啊，有这个概念，读这段注解就有体会了。
啊，我们再往下看。前面我们把它念一段啊，念下来。又具如是不可思议殊胜功德，能令闻者永不退转。是知一真法界，一尘一毛，无不圆明具德。啊，这一句很重要。啊，一粒微尘，刚才我们讲了一个微种子，这就是一尘一毛，通通去除啊，圆满光明啊，无量功德啊，自信里的本有的，不是外头来的啊。下面有个挂物，念老的注解，见邪密圆通，指无上圆满甚觉果德之海，八地以上就见到了，前期时间习界清净，有情无情，悉皆成佛，故曰一切皆成佛也。说得好啊，真正讲到究竟彻底了啊，此一句啊，这一句就是一切皆成佛，这一句破除三藏十二部心髓，不仅是释迦牟尼佛，一切诸佛如来所说一切的经论，就叫三藏十二部。三藏十二部从哪里来的？从自性里头来的，真如自性本自具足啊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三句跟我们说的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功德，无量相好啊，无量的经藏，啊，道破宗门1700公案的宣旨，啊，这禅宗的前面三藏十二部是教下，啊，佛所传的教，是佛所传的禅，1700公案。直写密宗大圆圣慧大圆满的密意，这是自性里面流出来的密宗。即此一法句，此即清净句，亦可称为禅宗所谓的末后句。说得好啊，万德齐彰，一法不立，言思莫及，唯当莫及。能不能说出来？说不出来啊。能不能想得到？想不到啊。啊，如何把一切妄想分别之处通通放下，啊，默然体会佛说这句经的意思，这就对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